从鱼眼的营养成分来说，虽然鱼眼中含有有利于视网膜健康的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成分，但是含量非常少，所以单纯靠吃鱼眼来补眼是远远不够的。对于孩子视力健康而言，叶黄素、维生素 A 等才是有益于孩子眼睛健康发育的重要营养元素。